在这条由碎片铺就的征途上，李海超并不孤单，无数考古人都奔赴其中。他们从第一层土开始，探寻着微痕之下的秘密，在时间逆旅当中打磨出了气与不凡。这条向前无限延伸的征途，连接起了三星堆的过去与未来。几十个字就可以总结我的一生。大学毕业以后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工作，至今就完了。十六岁就进入全职的工作，就那下一干就干到现在，就是这一辈子就交代给三星堆了。嗯，就干到退休。虽然我希望早日退休。就是奔着一个目标，这样一群人，然后很多很多年就是这样走下去。我们都忠于三星堆的，真的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大家？什么头？三星堆考古的尽头。没有尽头，我不知道。永无止境。考古人的故事就这样在寻回一段段历史的过程中圆满。他们的故事里，考古永远不会停止，也远远不止考古。